各位观众，我哋终于嚟到呢一场波啦！欧洲各地嘅顶级联赛啦，大部分都经已系收敛噶啦，而家剩低呢一场最重要嘅赛事。由上年夏季嘅外围赛开始，到而家剩低最后两队，睇住呢一场波嘅就唔单止系球场入面嘅球迷啦，仲有全球高达3亿人嘅电视观众啊！维尔廷斯竞技场啊，坐落喺德国西法伦呢一个工业中心，高科技嘅设计啱晒佢身处嘅地方啦。决赛会点样呢？巴塞隆纳对亚特兰大，就系俾人侵犯喎。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呢次进攻咧，俾人阻止咗啦。梅斯达菲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尼曹回传翻俾龙门啦，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。喂，个波啊俾得麻麻地啊，但系其实咧个做法咧个心思系几好嘅，应该仲有下次嘅。先啊，位脚直线，揿脚地波入嚟，呢个直线靓啊！美斯拧埋去，顶个位置唔够好啊！亚特兰大今次好彩啊，俾人咁样横传咧都唔使失波啊，下次再俾人咁带法咧，恐怕都系空多吉时。个波传向左翼。交俾队友达斯纳，呢一下就话想试下传上去。嗱，其实个谂法唔错噶，走位都几好，可惜啊，比波嘅质素争啲啦。拉弓，呢球波入咗啦，入咗啊！呢个波，呢个入波嘅影响可能好大啊！睇正个龙门前面，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巴洛迪利好明显系个威胁嚟噶啦。但對身後防咧，由佢周圍走嘅，差唔多好似送咗入波俾佢。入波先打开纪录啊！嗱，能够喺啲咁重要嘅赛事入啲咁重要嘅入波，呢啲球员咧一定系大心脏嘅。马勒多纳呢一球系俾得麻麻地啫噃。嗱，佢走位走得好好啊，不过我谂佢对于队友比波嗰下就唔系好满意咯。球证明的呢一场精彩嘅决赛啊，已经踢咗一半啦噃。头四十五分钟啊，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嘅。
決賽踢完半場啦，喂，點睇啊？巴特蘭大而家領先緊啦，我諗佢哋會輕鬆啲嘅。下半場佢哋唔知會點踢。哇！好跳得啊！搏曬命啊，頂埋去，不過都係唔入。巴特蘭大喺禁區入邊大把球員冇用啊，人多手腳亂，嘥曬機會。抢翻个波翻嚟啦，达仙啊，攞到波啦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我谂佢拖得太慢啦，搞到对手都压晒埋嚟，如果佢早翻少少俾队友咧，就有机会。马勒多纳真系好波啊，俾佢捉晒路啊，美斯呢一下就话想试下传上去。嗱，呢個波俾得唔係好夠力啊，咁啊，所以對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。射佢啦，入咗網啊！呢個波入咗啦。最後嗰腳啊，簡單啦。喂，你點睇啊？嗱，呢個波咧可以話係個個都有功勞嘅，即係唔係個個射門咧都要好大力噶，或者單刀過曬個防線先至得噶嘛。好似呢啲傳波傳得靚，咪一樣可以入到波。巴塞隆纳等咗几分钟，终于可以换人啦！揾下办法，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！呢场波嘅形势真系不停咁变紧啊！嗱，呢场比赛咧就冇人可以估到个结果嘅，一两支都系劲旅，好难讲到边队有优势。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一脚射门，整多下添，可以解围啊！唉，成隊波踢同龍門單對單，嗱，而家兩隊咧係互不相讓，所以個控球權係好重要嘅，唔好亂咁送禮俾人先得噶。李斯入波，入波，入波，嚟到最後箭動海蛇啊！佢呢一球啊，勝在反應快啊！無論你係唔係前鋒都好啦，大家都要預計咧，龍門係有機會咧，係接唔實個波跌翻出嚟噶嘛。一落到自己面前，咪就入波咯。見到後備席有所動作啊，怕且都要換人啦。啊，今日佢踢得係好落力噶，所以咪搞到而家冇咩體力咯。亞特蘭大呢個入波睇嚟係奠定勝局嘅一球啦。觀眾們咧都情不自禁企曬起身。球證表示比賽結束。呢一晚係屬於球員嘅，亦都屬於球迷嘅。佢哋寫下咗球會史上嘅重要一頁。球員啊，行上頒獎台，哇！做得球員都係好想感受呢一啲時刻啊，非常之光榮啊！